不行，又换你了。我在玩抉择。我跟你讲，你的抉择是，我告诉你哦，你现在是可以继续摇，我觉得你还可以再累积奖金，好不好？我为你的话，我今天就白来了。你现在总积分是6000，刚刚有1000是7000，对，你猜对的话，总一个奖金是7000。是，但是如果我这样甩，如果甩到零，就是掰。对，但是你刚刚说的运气非常好，你相信自己。好，拼了！怎么样？旋转幸运星，刷！7万有没有？好，哇，这样就送你了，又送你3张了。对啊，要继续猜，还是要现在1500加前面6000，7500。7500，我不猜行 ，OK？ 真的吗？好啊，那我继续。真的，我觉得我问。时间够了，我再问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你最起码丢个3000，凑个10000吧。好，待会我们那个至尊大挑战打起来也比较过瘾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给他鼓励好不好？好，旋转幸运星。8万有没有？现在我告诉你，总共是8000块，你要不要猜答案？还是要继续最后猜一个9万？那你再赌一张牌，那一定是送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转的幸运真的很好。对，我帮你转一把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喽！我归零上车的，旋转幸运星。确后，是确后，他真的打得很稳，但是讲真的，8000块，我今天就闭着一只眼打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只眼睛来跟你打就好。Hello， 来喽，准备好，旋转幸运星。我想，我只是为节目做个效果，所以不算了。我这样是好不好？插花。可能有人你掉下去，你们是福气。不行不行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他们绝对猜不到，他们奖金都没有超过你。你去你去，他们8000，你去你去，我也。奶哥有吧？来准备，旋转幸运星，送。真万不被看好的博彦再度上场，转中了500分，猜出了1张9万，但是最后还是难逃猜错的命运黯然下庄呀。接下来的杨秀慧靠着转盘又累积了3500分的积分，猜出了2、3、4条。这累积积分只差詹子晴500分的杨秀慧，能在最后一集反败为胜吗？今天我帮你算账啊，好，你现在3500，前面是2000。好，如果你答对的话，这两个钱加起来5500，还输詹子晴，所以你必须还要转。而且这两张牌，哇，天高皇帝远，来，旋转幸运星，中啊！10000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你不要来，你不要来呀！啊！3000超过了，哎，但是这两张牌是一定是麻将，对啊，这超难猜的。一定是麻将，这超难猜的。这是麻将，看你多高，你有通灵不？我有通灵，但不是。5秒。我刚刚到底有多少？3、2、1，答案是2饼。2饼有没有？有。有了，拿不好票。恭喜张子晴！恭喜你！我怎么没听你说？哎，你参加这一门课，门课完了，我听。你看看，还是你。现在你2000块，如果你答对了，再加前面6000是8000块钱。好，答案告诉大家，14万。早就知道是14万了，14万。张子晴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哎，3饼刚刚3000，如果他猜到3饼就是6000，那加他前面的那个就是超过，对啊。所以张子晴，恭喜他，总共是8000块获胜。进行我们的至尊大挑战。女孩名叫婉君。各位，这是最后一道关卡，不论儿女情长，只论谁弱谁强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鹿死谁手，一较高下。没错，恭喜发财，大吉大利！哇，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。
员，积分最高者可以挑选一名队友一起挑战由主持人把关的麻将奖金赛，比赛才一局定输赢，参赛者如果自摸，奖金还会加倍奉上。至尊大挑战 ，Are you ready? Let's fight! 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十三位的 Lucky Girl。好，当然了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再次的恭喜詹子琪，恭喜你，你选一位，如果你选博彦的话。我再加一万，怎么加呢？才加一万，我不敢选他，你先在旁边睡一下啦。好，你真的不想选我？没有，真的不要。很好用，我可以。先问一下，我可以帮你。先问一下，那我们这边我是主场，好不好？我来选，因为你们就交叉了。好，好不好？柔柔就跟我来接受两位挑战，好不好？请就位。至尊大挑战，詹子晴。找到了真的雀后，对，雀后马雀虎一样，他真的打得很好，雀后真的打得很好。但是讲真的，8000块，我今天就闭着一只眼打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，好好好，一只眼睛来跟你打就好。哪个喂我？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一定喂你8000块，好不好？来准备，请开门。那我们先来看大家的牌哟。首先是詹子晴的牌，罗罗欣彤的牌，寿慧姐的牌，还有至尊奶哥的牌。哇，不同的配乐特别不一样，帅啊！至尊奶，来，出菜，出菜，北风，北风啊！白瓶，碎，错身，哎呦，哎呦，黄章，给你吃豆腐，哎呀，幸福，阿霍来了，阿霍了，阿发，哎呀。北风，怎么定呀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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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你，九条，九条，我要，哇，啊，好球，鸟力拳，点，哎呦，开。三条腿，哎呦，三条腿，三条腿，搞什么鬼？对呢，对呢，很对呢。来哟来哟，小万，小万，哎呦，来这个，二筒，桃，哎呀，打一饼，嗯，我捏够，我打白的，小开开，嚯。放进来，拉开来，有没有？放进去，来吃我的屎！还好多，是屎！你刚刚明明说帮助他的，防守悍将，八强，碰！哎呦，多帅！来，对，九条，还有丁，太过分了！哎呦，我觉得可以。哎呦，来不及了，可以什么？可以，不破，不要紧啊，不破，笑人呢，吃了，哇，三万，打五点赞，哎呦，哎呀，有味道啊，对呀，跟我们吃，吃一张，奶哥你醒醒，哎呀，奶哥哥醒醒好，斜眼狼，三炮。你不是要门清吗？没没没有。他门清没多钱，没事。没多钱。九饼。九饼。没有。来。来。一问。南南风吹来尽量。七万。来。
北风剑七啊。那么多，哪那么多？哎呀，进这个牌，好，打给他碰好不好？来，碰二条。怎么算？大家好，我是小淘气张君明，碰碰发财。好，打给他碰好不好？来，碰二条。怎么算的二条人头？哎，没事呀。妙明，哦，刚才他打那个六万五，自摸变大五，一条，压力好大。大大真不应该打一条 啊！为什么我一笔都不摸五条？哎，五条你还要骗卡四上卡四条啊？你一条对啊，所以我才打一条。所以你刚才上二条啊？他可以三点钟，对不对？你跟着九万打不放炮啊？哦，哎呀，我下次不要找主持人打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，我们 Lucky 哥准备哈，下一场我挑你们其中一个出来打了，三十一获胜。谢谢观众收看。好，这个我们的十三那个拉丁哥哥，我们要谢谢他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。好了，谢谢我们特别来宾，谢谢，谢谢观众收看。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晚上11点准时收看我们的《碰碰发财星》。小至大排列组，你给我猜3万，我就当场是别人。